天儿呢？刘畅来。哎，明儿太好玩了！哎呀，太好玩了！哎呀，哎，等会儿他上来了。哎呀妈，他上来了，上来了，来，上来了。关门吧，来！哎呀，这天牛，站起来，来，招个手来！赶紧喝呀！啊，喝饮料，你看看，空空了，大哥都没。那个瓶盖打开，不会开瓶盖吗？不会，必须的。哎呀，受伤了。家里受伤了，哎呀，家里还掉，等一下，你看，再把瓶盖打开。啊，等一下。又受伤了呗，这下里边别打，这小子，这家伙知道喝饮料不喝矿泉水，你看这智商，你看，把瓶子，大家把窗户打开，没事。啊，必须的，你看，他先喝着，喝到最后把瓶盖他咬开。哇，没弄过。妈，这兄弟怎么喝可乐啊？放心，那专门喝可乐，现在都他妈喝出糖尿病来了。你看看是不是咬开了？啊，这导游也愿意喝这玩意儿。